十秒以后买衫，顶悬淡薄仔会用穿，你脚穿迄是啥物？真拖啊！你是安怎穿短裤，毋是穿长裤？你到底几高粱啊你？你个钱无够啊！无够，所以做一半的。这件包包足贵啊嘞！啊，你穿啊都一定爱买去。啊，你唔敢较好点？算啦，个人的眼光无同款，我无多去批评你。别来，啊，我讲要拜托你给我装好穿就好。我要自己目镜哦，我拄仔行路去，水给我泼了，我怎看无？无要紧，这个人个人的风格。啊，别去，卖拜托卖食薰，阮大娘足讨厌薰的。你把薰单在外口，卖共触着。你好的薰要几只几只来噻？我等等你遐久啦。大无花。我好等你。人带看面就知影，别来啊！大娘，啊，对方来啊啦！人来啊，是，哎呀！你怎么这么坐？你怎么这么坐？嘿，我过来，那唇头都无同款呢。大娘，唔免行遐大哩。别行了！请坐，请坐。大娘，大娘，唔好在共看，你无礼貌啦。好啦，仔，你看卖，你老人安尼，衫裤穿这种型的啦，国外流行的啦。哈，国外咧流行的，啊嘛足奇怪呢，我嘛看过有人安尼挂目镜，戴伊目镜来。我一边无啦，伊即摆对时代潮流咧行啦。等下我再过咯。哎呦，你再看卖，伊迄电线哦，迄电话，无主机咧。哎，咱都嘛使用这种的，较先进。我拍门，我拍门。啊，有你过界过。行啊，恁啦，行啊，恁啦，先拜拜啦。哎，要收。伊的内裤内比伊裤搁较长啊！迄个现代潮流拢安尼啦，迄个外内底迄个裤爱比外口这个裤较长啦。迄个你好吼？你好，你好，你母较好。伊来讲你，伊咧拍招呼啦，伊有一个腔啦，有一个腔。你迄个唔知你叫啥物名吼？我迄个无名。我是讲，请问你叫啥物名？你唔知来讲，请问我啥物名？先问我迄个叫做啥物名？我迄个都叫做弟弟啊！啊？我迄个都叫做弟弟啊！问你问我迄个叫啥物名？你讲啥啦？我是讲我看你安尼先，对，你还没介绍呢。我自我介绍，嘿，我叫做哈拉。哈？哈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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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，恁早囝嘞？阮早囝叫春梅。春梅？啊，春风的春梅。春梅啊，梅。哦。妹，妹哦，哎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哦，唔知影讲啊，恁厝内面是咧做啥物款的生意哈？阮家生意是真大，那讲咧，阮家的生意啦，阮咧拳拍拳头卖膏药，拍拳头啊卖膏药，唔是，迄是我下骹手啦，我的生意唔是这款，我的生意咧开工厂。伊因兜的生意哦，足侪啦，有销过我嘛，销过来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对。啊，唔知讲啊，恁查某囝吼。那讲阮查某囝这点是我咧讲，前边我并唔知倒一边啦，阮早间就讲恐怖啦。哎，阮早间脾气真歹个。查查你是安那啦？好烧头，佮感冒。你讲恁查某囝前边后边，啊，佮啥物啊？迄个相地真歹。啊，唔是啦，我是讲我的查某囝，伊的脾气真好，脾气真好，哈，我讲的前边后边呢，意思是咧讲伊身材参像咧面膜，哦，迄个面膜，嗯，哦 ，model 就对啦啦，什么是 model？ 哈 ，model 是咧困的 ，bed 嘿吗？不是 bed 吧？啊 ，bed 是啥 ？bed 就是眠床，哦，眠床，嗯，哦，唔是啦。
那个我查某囝哈入味，不是我这个讲，那个查某囝是哈斯猫，哈斯猫比个，哈斯猫鸟啊？啊，不是，哥哥爱哈好，哥哥爱哈好，哈斯猫，波士顿。波士顿的哈斯猫。哦，有这个地方名，我倒是无听过呀。安尼未歹呢，安尼哦，听起来。我怎么加个跟他这跟西里打死？哈？西里打死？西里？西里打死？西里？你西里还可以偷的？啊，不是讲西里？哦，西里哦，西里？西里打死啦？说得啦。啊，陈磊嘞，不管，我这回怎么给喝的都是金管。啊，安尼会用是啦。啊，我是讲哦，阮招呼啊啦，其实吼，阮囝啦，足故意啦，啊嘛足正正当当哦咧做生意啦。啊，我阮算起来吼，阮招工吼，所有的一切拢是伊咧烦恼。假使你查某囝哦，若真正嫁互阮囝。安尼哦，会当伫阮哦嘉华身躯边安尼家辅助哦，这是真正实在实秘。对对对，恁，阮查某囝过来，头一工淹到要走啊。啊？不是，阮查某囝那是过来，绝对袂走，会好好甲恁后生帮忙。哦，安尼就对啊啦，哎，我讲你做你放心，吼，嘿啊，你查某囝过来阮家哦，我咪甲当作家己个安尼看待。啊，阮是要假装呢，假假装。无假假装哦。阮家是好家人，就算恁后生要搬阮家住，嘛是会用钱。安尼哦，啊你若无假假装，我就无假骗金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用是安尼先讲。哦，啊无咧，我即嘛是要假走行，嘿，相当恁南方爱好阮有面子。吼吼，有影。对不？咱这个大门大户的人呢，阮囝哈要娶某，我一定爱安尼哦，做好。你爱绝对爱请真济人，开张美龄的因老母。美龄的老母？美龄大不了啦。哦，车呢啦？开车来跟阮做囝仔。嘿。哎，啊，搁有安尼，你得骗金，爱叫一百个人用光的。骗金用一百个人光的。光去阮家。安尼甲阮查某囝带，才有面子啊！对啦，有影啦。若照你安尼讲，这算嘛无过分啦。乌头啊，车你知无？头前带两人的相片。哈？这我来没有？这是阮西洋人的相呢。哈？啊，不过伫咧哦，伫咧阮中国安尼是拍这水呢。是拍这水？阮西洋人都是安尼，结婚来穿白，点白拉条。哈？白拉条，我再穿白衫。啊，不过咧好都白穿呢。是好都白穿。什么咧爽诶？啊无咧，即阮西洋人都是安尼，啊还有阮查某嫁嫁了幸福。阮一定要配合你心啦。你爱配合阮，阮都是好家人，你要出去，阮是好家要开诶。哦，听你安尼讲哦，你应该越来越气诶啦吼。什么越来越气呢？啊无咧，好啦好啦，你著记得安尼死咧讲条件，好，无问题。讲起来哦，听你安尼讲，恁查某囝我嘛有佮意啦，吼。啊，既然有亲事了，安尼讲的。咱娶亲的时间。娶亲的时间什么时阵？你按。娶亲的时间。娶亲的时间。时间。两个月。啊？啊？两个月哦。两点钟。两点钟？袂赴啦！哎呦。安那？伤过去。大牛，我有现迄日记吼，我感觉两工后上好好日嘞啦。哦，两工后哦。嘿啊，两工后我较好日。安尼好，吉祥就是好日啊。无对无。你莫甲我讲过，吉祥就是好。两工无问题，等下马上就来准备。啊，只是讲啊，佫唔知有甚物款的其他的需要无吼？阮倒是无甚物需要啦，哪有需要阮倒？比你较好个，免烦恼。哎呦，多谢啦！安尼讲起来就是啊，亲家安尼吼。啊，咱咧是亲。哦，亲家。啊，咱咧我要转来去咯。好好好，安尼哦，记得转去要谈好办婚事，吼。啊，一路就顺行啦，无啥吼。在外国住较久啊，所以哦思想有较无同款。挂落去啊！说你头上无路。我知呀，我刁工的，慢行哈。